和姐妹们一起探索美丽的浪中岛。这个五月 Summer Bay Resort 为女孩们精心打造只属于女生的疗愈旅修，客房宽敞明亮，窗外碧海蓝天，让你在舒适的环境中感受大自然的魅力。投入大自然，属于城市的焦虑和紧张得到全然释放。早晨跟随瑜伽导师感受大自然的气息，在平衡中找到宁静，潜入碧海蓝天，隔绝喧嚣纷扰，寻找属于自己的片刻清幽。化身传说中的美人鱼，在日落斜阳下捕捉最美的瞬间，挥洒着色彩，与心灵绘画疗愈师一同感受内心的平静与治愈，寻找内在的自己，来一场身心灵的断舍离，把所有内耗丢入海里，陪着一颗颗色彩斑斓的珊瑚，与调酒师一起调制属于自己的鸡尾酒，除去内心的浮躁，发现美好，在迷人的彩霞里感受金黄色夕阳余晖的洗涤，品味佳肴，享受精致生活的体验。探寻大海的疗愈力量，感受大自然的魅力，来一场女孩们的疗愈旅修。